隶属 A Plus 理财集团的 A Plus Boss Club 日前举办五月份圆桌晚宴，目的在于让来自各领域的会员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建立友谊，以及分享各自的心得。主要也是感谢哦，在上一个月呢，尤其是四月份，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业绩了。当中有好多位，也是我们上个月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收获的一个月份哦，来给大家一个掌声。配合五月份圆桌晚宴主题，我的成功秘诀，各出席者踊跃分享他们的宝贵经验。我老师说要成功要传承功德，所以首先要成功要传承功德。其实其他的就是我一个团队啊，是我的团队造就了我这个烧起的这个起步啊，我也是感谢我的团队。另外就是不断的学习，呀，就是说一些课程啊，我认为我的生命是三个改变的啊，学问很重要，学习很重要。所以每一棵树好像每一个人家的他都要吃饭的，人家吃饭他终于一定要用到肥料，这个肥料的市场是非常大，马来西亚在那一年的肥料的进口的话，这一年的话就要进口70亿。除了每月圆桌晚宴， A Plus Boss Club 也会不定时举办学习会和游学团，让会员们不断自我增值。在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的客户群们都是非常的优秀，然后在我客户群里面呢都是很多卧虎藏龙啊，这藏龙呢全部躲起来也不好，而怎样想尽办法把它们挖出来所以今天呢就是说这个 Boss Club 呢就是让建立一个平台啊，让我这些优秀的优质的这些我们的 Boss Member 彼此能够建立起更多的友谊分享，甚至在生意上都有可能可以合作，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我发现到呢创造出来的价值是无限的这样子的做法呢让彼此呢都一起增值，又生活呢更加的开心，然后又通过我们的理财方式呢怎么样让我们的 boss member 呢走向经济独立更用更好的方法达成人生的财富上的目标成功。无光时社采访报道。